你是个真正的生意人。哼，你到现在才看出来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公司那些人都说错了，什么金钱呐、美女啊，都没有办法满足你。你要的只是胜利。丫头，我老陈想要什么东西，一向清楚得很。陈总，那您知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？你要什么？我要一间房间，去休息一下。啊，那好，那我带你去我的套房。哦，哎，好，慢点。这边。慢点，慢点。好了，到了，就在前面。来，进来吧。宋小姐，你在找什么？我没事。陈太太，陈太太。哎，宋小姐，您在找什么？我找卫生间。卫生间在对面。哦，谢谢。宋小姐，要不要帮忙？不用了，我很快就好。苏小姐，你还好吧？哦，我没事，一会儿就出去了。陈太太，我是苏曼，我们已经到了，你人在哪儿呢？赶快回电话，谢谢。苏小姐，你还好吧？要不要叫人给你送一件替换的衣服啊？哦，不用了，谢谢啊。换个屁呀、啊！我还得为篮球一号守身如玉呢。